要么就免单。因为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免单吗？虽然容易，我们肯定会承认的。我让你免单是为了避免我下次吃苍蝇，你知道我那意思吧？因为我经常来吃饭，你这一单给我免了，你们店里不会白白的给客人免单的，肯定要惩罚某个人，把损失补回来，他以后就会吸取教训，没有教训比罚钱更深刻的。是的，这些就是说给你免了单，但是我这些单子我们不光是补偿，也会有出现这种就是处罚的一些政策，也会有的，就是说是。但我希望我看到。当然，我们也是的话，就是。因为作为店里的员工，也不希望店里的一些受到损失。这样吧，你们再等5分钟时间，我们快走了。那个，你们商量一下怎么处理。好，嗯。好，谢谢。